今天分享的阵容是三战宫崎骏，一念天堂一念地狱，可攻可骑的标准大虎臣。虎臣宫战法搭配甘宁、破军威胜、横扫千军、太史慈、当风催绝、速成其力、周泰、白马一从、盛气凌敌。盛气凌敌和横扫千军是标准控制流联动的一套战法搭配，盛气能较好的克制突击队伍发挥。虎臣宫战法搭配没有死板的限制模板，有许多调整方案，如果不需要盛气联动，也可以给甘宁带避时击虚，能更有针对性的快速击溃对手脆皮。还有虽然不推荐，但甚至可以上一些云配将吹嘘的万箭齐发，不稳定但炸裂，搏一搏大力出奇迹，效果冷暖自知。太史慈是突击战法专业户，还可以带暴力无人、折冲御武、弯弓引雨等施加控制或简易效果的突击战法。周泰还可以带锦帆军、白马一从，目的是先手加发动概率，三下五除二直接莽一场。锦帆军则增加伤害渗透并提供恢复能力，抬高血线有力续航。甘宁以致激乱、降威、鬼谋、太史慈、胜而易强、胜战、直锐、周泰、守而有道、守势、防备。如果带锦帆军，没有先手加持，可以甘宁带神机，太史慈蝎紫色兵书同样携带神机，保证先手。加点选择，太史慈保持队伍一速，最好也是对战一速，先给对手简易和控制，加适当速度后全武，有红度甚至可以全速。甘宁二速全武力，周泰全统御。特技上，甘宁最好能有华服加持，让暴击发挥到极致，有回响更佳，能有伤害建设效果。太史慈最好带灵动增加续航。阵容架构，甘宁主 C 输出，太史慈副 C 半控制半输出，周泰辅助。周泰给甘宁增伤，同时进行伤害分摊保护主将。太史慈充分利用自带神射技能契合突击战法，而接近封神的最后一步是惧怕盛气，这是太史慈的知名短板，这也是为什么有太史慈的阵容一定不是 T0 的原因之一。在太史慈不被控制、甘宁不演的情况下，队伍可刚大部分阵容，特别在狗官枪超模的当下，虎臣炸裂美学的多段伤害让警戒体系无处遁形，大家纷纷从仓库里掏出这对久违的老朋友。周泰带宫保，特技齐全 T0.75 水平，特技不全 T1 水平。虎臣宫是大虎臣比较常见的玩法之一，后续还会给大家带来甘宁虎豹骑、周泰林快攻骑的玩法介绍，敬请关注我。一念天堂却又一念地狱，暴力美学建设那一刻永远迷人。